undang ah. No. Wow, Ferrari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特尔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欧洲卡车模拟二的游戏视频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车头模组是菲亚特 FNM 210型卡车。我们先启动车辆。拖拉机上线啊！今天发动机马力440匹，变速箱 iShift 12速，带缓速器的一款自动变速箱。好，看看外观，看一下内饰。这期视频的这款车跟上一期视频的车头模组都是这个作者做的 JB Art Mods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跑这张这个地中海的小扩展图。我们上一期是视频是来到了这个位置，塔兰托的西南方向这边有一个加油站嘛，我们这次我们是从这边有一个货场出发，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，先经过克罗托内市，最后到达卡坦扎罗市，全程167公里。好，准备出发。这边是有个坡吧？哎，等等，这路怎么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？我操，这是坡吗？这是什么路啊？好坑啊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这货场是因为什么疫情封闭了吗？把自己抬高了，就离谱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妈，还跑挺快。哎，天晴了。这位作者做的所有车头模组，声音都挺高的，引擎声音。油量还够维持917公里。
西巴黎。醉了，醉了。我一看里程表，是走半天了，怎么这里程没怎么减？太醉了。我们这一期跑完这个地中海的这个小扩展图，我们下期可以寻摸的跑一下那个波兰重置的那个地图，也是基于 Promote 地图可以使用的一张小的扩展图。但是我目前安装了一下，就给造成游戏崩溃，可能是模组之间有一些冲突，回头找一下具体是看看跟哪个模组冲突了。好快，肉包铁跑的就是快。这个 JB Art Modes 这位作者是巴西人，所以说他做的这车型都是巴西南美地区使用比较多的，也是这款车，这个也是在南美地区使用比较多的。菲亚特 FNM， 菲亚特，意大利的车厂，回来这叫什么？认祖归宗啊！发现卡利亚蒂，限速50，城区。这台车提速真的挺快的，轻轻点点油就起来了速度。好，限速90。沿海公路，空气都是潮湿。最近欧卡也没什么新的好的车头模组，就是这位作者做的几台车还可以吧，之前也没有玩过，就拿来玩一玩。感受一下，今天感受了一回开拖拉机的感觉。
然后这边经过克罗托内市，非常建议的一座城市，就一条道，这边一个修理站，一个车库，一条道全包了。然后这边有个货城 DB Schenker 的货城，哇，那个路牌怎么安到院子里去了，闯红灯啊。No, Ferrari。还有38公里，很快就到了。海浪是静态的吧，不动。全程小路，没有走高速，所以极速也没有测出来。这段路不错啊，地板油进入卡坦扎罗市，右拐是到纳波利，左拐是到卡坦扎罗的市中心，我们前往宾馆。Oh no， 是加油站，找个车位，就停这儿吧。谁的牛？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欧洲卡车模拟二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